是，而且你真的很了不起，安家。谢谢。真希望我也能像你那样快速俯冲然后停止。真的吗？可是你是白鹿，拥有敏锐的视觉，你真的很特别。凡是鹰都可以俯冲和急停。哦，会这招的不止有一位。对，这很简单。跟我来，我来教你。 深呼吸，振翅高飞，看你能飞多高。要转方向，要把头抬起，高又低，嘴巴要紧闭。我们的翅膀各有特色，却各自有翱翔的能力。飞得高，可以看得远。我们互相学习。 看得见树上的虫子，可以自由控制飞高或飞低。我看见鸟巢在大树下，悬崖旁那边，进步非常快。我们的翅膀各有特色，却各自有翱翔的能力。飞得。 互相学习，来吧，跟我一起飞得高，可以看得远。我们互相学习。